边拿给那个做好的那个老板，直接拿给那个做饭不就好了？对。人不是先给挣的，那明天给你是不挣的？对呀、啊，你这个什么，一定是不挣的。这个工资是什么？我给你工资，这工资就挣吧，别讲这些了。你看人体啊，你把那个钱拿进去，把它挖走，就是。挖水的话还可以挖，就是。Thank you.
哪里有盐盐粒？现在盐粒呢？它如果是有，这个这那个水桶是否正常的发送？还有一定有多少？这不两万出头啊。